尤老师，我真的不会玩滑板，咱们玩点别的好不好？尤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把我放下来吧。我都已经滑好几圈了，你在原地就没动过。尤老师，我不想玩了，你放我下来吧。啊！好吧，那热身运动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活动。什么正式活动啊？蹦极、潜水、鬼屋冒险。啊！跟上，浴室洋洋。怎么样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，但是我们下次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提前买个保险？说什么呢，有我在能让你出事。我去切水果，你呢开电视，等会我们边吃水果边看剧，美滋滋。好，美滋滋，美滋滋。魏然导演新电影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，男女主角将会花落在谁家，引起大家。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哦。刘希啊，啊，今天家里有客人，课程就暂缓一天啊。我懂。你懂什么呀？他是不是又来找你了？谁又来了？是真的有事儿。你别拦我。我真的有事，真的有事。我早跟他说过，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，他还敢来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这个王八蛋！你。我染导演好。继续，导演再见。把门关上啊！啊，好。臭死了。